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先存够六个，然后进来里面。就我们不能跑出去，知道吗？不能出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翻窗进来吧。来，单挑开始，看我能活过几个。你要封我走位，知道吧？我有，哇！不是，我看不到，看不清楚那个颜色。你再丢一个，你再丢一个，看不清楚。问题是，哇，还有这种东西的。再来，我不信。真的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。这个真的看不到，看不清楚啊！这个太浅了，这个它深色一点才能看得清楚。我看一下我是什么画质啊？哦，我要点精美嘛？难道是精美？我去，好像真的是精美的问题。来来，再来，我用半隔绝挑战你。等一下，你在这边的门，我在这边的门，然后双方走近就开始。你在那边，你去那边，然后开始，然后。开始说开始就好，过来开始。哦，果然是要那个的，精美才能稍微看得清楚一点。还想阴我好坏啊，这个东西，你又放了这个。但是还是看不清楚啊，要不我们去地下室试试，而且你一下子就有六个了，好快啊！但其实也是跑得掉，如果你一直往前走，是跑可以跑得掉的。人家会抛物线的，我都没有抛物线，我随地丢的。对啊，来再来，看看它可以抛物线的。等一下，这炸得到我吗？你看我抛物线丢，哪？你丢了吗？对，按鼠标，按一下鼠标啊，丢！哎呦，来啊来，我不怕你了！哎呦，你丢啊，你为什么不丢的？你总是要放的。我爆了爆了！哦，真的看不太清楚，哇，这个没办法的。因为你一开始一个是2秒钟嘛，但是你后面三个连在一起同时爆的话，真的走不开，没什么走位的空间了。哇，好强！但是它是短啊，再来再来，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真的是看走位了，这个游戏好玩。放我，你要我溜你吗？哇，雷若害人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监管？它这个监管不能用那个普通攻击的，因为它普通攻击极其又短又慢，它的普通攻击，而且有个 bug，你看我落地之后我不能动，我不能动，我要等你晕完我才能动，不知道这个是你的那个还是我的问题？哎，看不到啊！